这个的话是也可以当养生，也可以当那个。这个的话是可以从可以从这边肩膀这边拍，啊，可以从这边肩膀这边拍，啊，这样子。就然后你是站着身体转。啊，转很大啊。啊，转很大。对，这个刚刚有一个要领，这个进来以后手进来的时候，把这边转一下。拍出去，甩出去。对，对。然后再拍肩膀，拍肩膀，然后大家看我在手上拍肩膀，啊，拍到拍手臂。 然后其实背后呢，背后是有，背后是有拍到背，啊，然后拍到腰，啊，慢慢的拍下来，然后后面呢，这个当然也可以这样拍，也可以，啊，然后我可以跟你讲，你拍到背后的话，你就把手弄一下，可以拍更多一点，所以手拍。 大概就这样的，啊，手拍还有一个手拍，我都叫人家说，你还要弄到耳朵，啊，耳朵，弄耳朵，耳朵一定要用手，耳朵好像不太适应工作，耳朵很重要，很重要。